Thank you.
然后我瞟了一眼那个，是没瞟过，对，没瞟过来。然后看那个麻辣，这个词儿怎么办？真的，上一期的时候我都已经坐下了，就跟胡老师，然后那边词儿没有，我吓死了，我就一直在那边。三首，如果迷的话就是第四首，没关系。缘分，看缘分。一切都是缘，爱下人怎么不计较一次的梦，爱上人成功，心碎别哭。上天哪，首先确定这是在夸我吗？这不难道不是我的第一个 X 那个搭档骂我的话吗？烦死了，他说我的 CP 不值钱，但是呢我也很感谢大家觉得我跟谁都很搭，就是说可能是尽我的力量能够让每一个舞台跟不同的搭档跟不同的老师们都能够把每一个舞台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还有这个歌曲非常非常好听，还有那个人真棒，所以谢谢，我就说下这个吧，谢谢。